咁我哋今次咧係繼續講呢個釋放。其實呢個釋放意思係釋放邪靈同埋醫治嘅禱告，即係有釋放邪靈，亦都係釋放憂傷、情緒嘅問題，同埋咧醫治身體。咁我哋其實今次咧都會淨係講到釋放邪靈嘅，或者釋放重擔嘅憂傷啊嗰啲咁啊。咁我哋上一次已經睇過一啲嘅內容㗎啦。咁咧起初呢經文者話俾我聽，耶穌係完全勝過魔鬼撒旦，所以我哋完全唔需要擔心。趕邪靈一樣最緊要就係相信耶穌一定得勝，所以一定冇問題嘅。所以凡有人話有邪靈啊，個問題困難唔大，只一個問題呢、這個人肯唔肯聽神嘅話。因為神已經賜俾我哋權柄，可以踐踏蛇同埋蝎子嘅。咁而難咗人能夠得釋放咧，有幾點係非常重要，我哋一定要記得嘅。第一咧就係同神關係啦，即係佢同神關係疏遠啦，同神嘅關係唔好啊，或者好多人咧會埋怨神啊，神啊，點解你唔將啲嘢俾我？點解好嗰啲你唔俾我？點解咁多困難咧？其實啲困難唔係神俾你，係人犯罪之後有嘅，所以咧。即係我哋千祈唔好埋怨神，因為埋怨神咧，神係祝福我哋嗰、那個，埋怨神咧，佢就幫唔到我哋啦。因為點解咧？因為你嘅心就唔開啊。正如大家，如果你中間有啲人，你同父母關係唔好咧，父母就算有好多好嘢咧，佢都唔能夠俾到你，因為你同佢關係唔好嘅時候咧，你同佢溝通都有問題，係咪？即係當你同一個人溝通有問題嘅時候，你自然同佢關係係會有問題嘅。咁自然咧，佢嘅好嘅都得唔到。譬如有時咯，有咩個情形發生嘅？譬如有某一個人嘅丈夫或太太，其他人話：哇，佢真係好好人嘅喎。但係呢一個佢嘅丈夫太太講：我一啲都唔覺得佢好喎，我成日覺得佢好煩。但係點解佢覺得咁煩咧？因為佢已經有啲過去嘅歷史處理唔到啊。咁於是咧，佢就覺得佢好煩，但其他人又冇呢種感覺喎，就好接受呢個人，就得到佢好多嘅幫助。但係呢個丈夫或者太太咧，反而得唔到嘅。同樣我哋認識呢個神，但係咧我哋心裏面有負面咧，就影響。所以同神關係，咁因為同神關係，我哋都講過好多次嘅。咁我哋呢度係會即係唔會詳細講。但係呢個好緊要就係相信神好愛我哋，就唔好要我哋要賺取神嘅愛。神已經愛我哋先㗎啦，我哋一齊講啊！神已經愛我哋先㗎啦。神定义祝福我嘅，神喺我心里有奇妙计划，神想大大兴起我嘅，我相信佢嘅恩典就会一落落嚟噶。我先求佢嘅国同佢嘅义，呢一切都要加俾我嘅。咁呢个系非常重要嘅，就相信神咧唔系孤寒嘅，唔系咧就成日整人嘅。有啲人咧觉得神咧中意搣下人啦、啊。傷下人啊，等人哋辛苦，其實神係唔係咁樣嘅神嚟嘅？咁因為罪啊，罪係會叫人咧遭遇得更加厲害，罪會影響我哋嘅價值觀都係非常之緊要。第三點就係價值觀，就係話當人有啲人睇重一定要結婚，而佢唔能夠結婚嘅時候，佢個心就好埋怨，就好難得釋放嘅，邪靈都好難走啦。呢啲其實呢啲以上所講，你都包括醫治嘅。同樣同神關係不好一樣會影響身體嘅，個人嘅身體會有問題，罪會影響身體嘅。呢、這個38年病患嘅人咧，佢都唔能夠再即係耶穌佢醫翻好啦。耶穌就話：如果你犯罪咧，恐怕你遭遇得更加厲害。你唔好再犯罪啦，恐怕你遭遇得更加厲害。即係話犯罪影響佢身體，即係呢啲嘅後果咧，係影響埋邪靈啦，影響埋情緒啦，影響埋佢個內心世界咧，同埋影響埋佢身體健康嘅。咁另外價值觀又影響喎，好多人覺得一定要結婚，一定要有錢，一定要人尊重，一定咧係人睇重我。咁呢啲咧好多時會失望嘅，失望嘅時候咧個人就好唔開心。我啲朋友對我唔好嘅，哎呀冇人對我好嘅。有冇有時人會有呢種感覺啊？即係覺得一定要有啲朋友先覺得有安全感。所以有啲人有啲叫做咩？嗰啲節日啊，節日嘅憂傷嘅感覺咩咧？喺節日嘅時候，啲人哇好開心，一齊一家人享受啊，或者有啲情人啊一齊拍拖啊，自己一個人孤零零咁啊，覺得好失落。但其實咧，當我哋有呢種價值觀，就係話神係睇重我、祝福我嘅，我喺裏面可以有平安嘅。咁就算一個人都唔會覺得孤單。而當你真係有神嘅恩典咧，你越嚟越中意人咧，你就越嚟越多朋友嘅。
不過人如果越係大而冇學識同人交往，呢個需要學習。咁你都係睇翻我啲教導有講到同人交往嘅，因為你同人交往又關心人，成日關心人，你就朋友更多。如果成日都係埋怨咧，就冇乜朋友嘅。咁啊，其實有時都會好淒涼嘅，有啲人幾廿歲啦，都冇朋友，好孤單，可以好淒涼。但如果你成日祝福人咧，你嘅朋友係會更多嘅。咁啊，即係愛世界一定有唔好嘅後果啦。同埋俾人影響啦，即係下面兩個經文。第一個就唔好愛世界啦，世界啦。跟住咧就係人啦，唔使驚嘅，人害唔到你，人能把握就一樣咧。同埋哥林多後書十三章七節好特別喎，我一齊讀啊。任憑人看我們是被棄絕的吧。保羅會話喎，嗰啲人睇我係被棄絕、拒絕嘅、唔中意嘅，人哋唔中意嘅，唔緊要啦，佢點睇唔緊要，因為神睇中就得。咁唔係好多人去到呢個位嘅。即係人哋點睇我唔緊要，咁但係你越係咁咧，反而安全感越大嘅喎，因為神睇重我，但係越係覺得啊呢樣又唔中意我，嗰、那個唔中意我，我真係好唔開心，即係冇乜價值啦。咁嘅時候咧，個價值放喺人身上咧，就一定會失望嘅。咁但係係咪嗰啲人價值放喺神，佢就冇好朋友？唔係喎，佢越放喺神身上，越祝福人咧，佢周圍都係朋友嘅，因為佢心態係祝福人嘅時候咧，人係會歡喜同佢交往嘅。咁我自己朋友真係滿天下，周圍都成日揾我嘅。除咗識嘅人咧，嗰啲唔識嗰啲又會揾我嘅。咁呢個都係祝福嘅一個方法啦。咁我都鼓勵大家，如果你可以，你放啲見證上 YouTube， 你發覺咧，慢慢會有啲人揾你嘅。你會有好多嘅人，你會發覺咧，你可以幫好多人嘅。同埋俾魔鬼留地步啦。魔鬼係會影響身體嘅，又影響情緒，又影響呢、这個人咧能唔能夠得到釋放同埋佢健康嘅，即魔鬼可以叫人有病啦。呢、这個啞巴鬼佢咧，耶穌將佢趕出嚟，路加福音十一章十四節出咗嚟咧，佢就能夠講嘢啦。咁邪靈有啲咩俾魔鬼留地步咧？偶像啦，仍然有偶像，咁可以係拜嘅偶像，亦都係曾經拜偶像、曾經契過嘅偶像，或者咧係心裏面有啲嘢覺得好重要啊！譬如有啲人會覺得嗰啲而家嗰啲公仔咧，嗰啲好似嗰啲咩超人啊，即係而家都唔知咩已經去到咩幾多級超人啊！即係因為我唔識嗰啲嘢嘅，我唔識嗰啲名啊，所以我唔識得講啲名。不過我見到有啲人用好多錢買嗰啲嘢，咁嗰啲都可以成為一種偶像啊！或者靈界嘅勢力接觸靈界啊，或者咧佢有啲人咧又唔信能夠趕到邪靈啊，另一種困鎖，覺得邪靈好恐怖、好驚啊！佢唔信有呢個能力可以趕到邪靈，或者咧有時會聽同埋信邪靈嘅聲音，因為好多人咧佢聽到邪靈嘅聲音，咁又點樣知道佢係一定肯定嘅邪靈聲音？就係佢啲聲音咧，如果你能夠認得出嗰個聲音嘅，即係有特色嘅。嗱，譬如如果人嘅意念就話，嗱呢啲意念都唔係好嘅，即係啲負面意念，譬如話，哎呀，真係衰啦，真係唔好啦，呢個負面聲音。但係通常好多人嚟講咧，這種意念嘅啫。但如果有邪靈嗰啲點咧，你真唔好啦，你真冇用啦，咁啊，即係有個聲音你認得嘅，佢成日都咁同你講嘢，咁呢個係邪靈啦，即係持續都係同樣嘅聲音啦。咁嘅時候咧，就即係有個性嘅聲音啦。咁呢個就係即係啲邪靈嘅聲音，我哋一定要奉耶穌名拒絕。如果你有呢種情況，你一定要揾我哋，即係因為你去到嗰個位，你都未識得處理到，咁你需要揾我哋去幫你做釋放。或者俾邪靈控制，有啲控制埋佢嘅聲音啊，佢嘅行動都會控制嘅，即係呢啲俾魔鬼留地步。同埋好多人唔知道，好多人就成日以為，哇！奉耶穌名趕邪靈，奉耶穌名醫治就搞掂嘅。其實裡面嘅負面情緒咧，一齊讀一讀上面啦。負面思想、情緒、潛意識、內在神就係裡面負面嘅思想啦、情緒啦、潛意識就係佢裡面已經成日覺得自己冇用啊。冇人中意嘅，即係潛意識，即係潛在咗、潛伏，覺得咧譬如簡單一個例子，我以前我曾經喺學校咧做過校牧啊，咁又教聖經啊，咁其中一科咧就教有啲教倫理啦，咁其中有一堂咧，我就問嗰啲同學啦，我話你覺得自己靚唔靚？咁我就會俾佢分啦，五係最靚，一係最唔靚咁樣啦，咁咧。我就叫嗰啲男仔女仔都寫自己幾多分，我就發覺男仔比分咧比較
高啲嘅，即係唔係一定話去到五啊？即係佢覺得三啊、四啊，即係覺得自己都好樣。咁然後咧，我就見啲女仔咧，哇，好多都俾啲自己好低嘅喎，就仲有話人話我係醜八怪嘅。咁咧就仲有一個咧，佢話我全班最醜樣嗰、那個。啊！我真係有啲好奇嘅，邊個全班最醜樣嗰個咧？於是對一對個名，咦？係全班最靚嗰、那個，我真係覺得佢最靚嘅，即係我都有啲審美眼光嘅，冇理由嗰個最靚嗰個變咗最醜，最醜嘅最靚啦。咁我就特登請佢出嚟，我話：我見到你寫，你覺得你自己最醜樣嗰、那個，我真係唔覺得你係最醜樣嗰、那個。佢話：我覺得係你。咁我話：你呢度有邊個同學你信㗎？佢話嗰個坐喺我隔離嗰個，好，我請佢出嚟得唔得？我請佢出嚟，我就問嗰個同學啦，你覺得佢係咪好似佢所講全班最醜樣嗰、那個？佢唔係，佢好靚啊！點會自己全班最醜樣嗰、那個咧？邊度係咧？即係佢自己個內心嘅潛意識，因為細細個咧成日俾人話佢醜八怪啊，啊唔靚啊，醜小鴨啊，咁佢咧就信曬。總之咧見到自己嘅樣靚咧，睇到相咧都係覺得唔靚噶啦咁樣。即係人咧就會咁，呢個入咗潛意識，覺得冇人中意，覺得自己咧係冇用嘅。咁呢啲都係一啲例子。咁我哋已經上次講過，所以我哋就咁跳過。同埋唔健康嘅生活方式，同埋同人嘅關係，呢都影響人嘅內心世界，影響人嘅情緒啦，影響疾病啦，有疾病啦，同埋影響咧有邪靈嘅。咁所以其實講邪靈咧，有啲人就以為奉耶穌嚟講曬佢翻屋企又煩。我日日都鬧交，日日都唔開心，咁佢仲會唔會邪靈走咧？唔會嘅。所以趕邪靈同埋祈禱醫治一樣嘅。如果佢一日日都話：哎呀，我真係冇用啊！哎呀，我真係好煩啊！當人成日都煩嘅時候，佢你會見到身體有咩跡象啊？成日都痛係嘛？成日都好塞啊！個心好翳啊，好悶啊，係咪啊？呢、這個都係即係話原來咧一樣唔通。個情緒唔通咧，又會受邪靈，即係唔係一定話情緒唔通嘅有邪靈嘅。邪靈通常係咁樣嘅，佢已經有咗邪靈，然後當佢有啲情緒咧，邪靈就唔走啦。即係話純係普通人嘅情緒問題，未必有帶嚟邪靈。但如果佢長期係咩情緒咧，日日都喺度抌心啊，日日都話我冇用啊，日日都係自己成日覺得好低沉咧，佢係可以俾邪靈入侵嘅。即係話。普通人係咪嗱？我想講係講到附體啊，即係話去到邪靈附體，唔係好多人邪靈附體嘅。就算唔信耶穌都唔係好多人邪靈附體嘅。去到附體嘅程度係因為佢嘅情緒去到一個好嚴重嘅程度，佢唔能夠處理，唔能夠掌管到嘅。咁嘅時候咧，佢同埋佢嘅生活方式啦，佢同人際關係成日都鬧交，成日都好憤怒，成日同親人講都話：哎呀，邊個衰啊？邊個衰啊？邊個衰啊？咁嘅時候咧，佢嘅思想裝滿曬唔好嘅嘢咧，佢係好容易邪靈影響，同埋亦都好易有健康嘅問題，或者成日互相傷害啊、鬧交啊，或者瞓覺嗰啲人成日都瞓得唔好嘅，亦都係會影響成個人嘅健康啊，同埋佢受邪靈影響，或者食埋啲垃圾食物，好嗰啲唔好嘅食物咧，係影響成個人唔健康嘅，即係唔係淨係影響你嘅腸胃嘅。係成個人唔通暢嘅。好啦，咁我喺網上咧就揾咗啲圖啦，呢度比較花一啲啊。咁咧佢嗰個圖本身就黑色嘅，藍色字就我加上去。嗱呢度咧，我要解一解畫先。咁呢個圖咧係實際上非常好嘅。咁佢首先講啦 ，Man a Triunity 嗱，你唔好睇錯 Trinity 喎，唔係佢唔係話人係三位一體喎，佢係 Triunity 係三樣嘢合拼埋一樣。三樣係乜嘢咧？嗱，咁你睇到。三個圈啦，係咪？上高寫住靈魂體三樣嘢。咁然後咧，好啦，咁靈魂體個分別係乜嘢咧？好簡單喎，佢用英文好簡單 ，God consciousness 就係對神嘅知覺性同神嘅關係。咁然後第二咧就係 self consciousness 就係佢個魂啦，即係佢自己本人嗰個運作。咁然後外界啦就係 world 或者係external consciousness。或者即係用 world 嚟，因為人嘅不同意思，即係對外界啊、視力啊、聽覺啊呢啲咁樣嘅外界嘅知覺。咁首先第一嗰度啦，即係話靈係咩啊？包括咧屬靈嘅知覺性啦，佢會知覺啦、敏感度啦、明白啦、
推動力啦，同埋仲有一樣我冇寫到，應該寫埋落去，就係聯繫啊，能夠聯繫，即係我哋嘅靈能夠同神聯繫嘅。咁咩意思呢？人嘅屬靈會有知覺有神，呢、這個世界係有神嘅，我哋會諗到有神，細路仔都會諗到，我細細個都諗到。嗰陣時我冇去過教堂嘅，未去過教堂，我自己諗，我又唔知邊度聽到個耶穌啊！我話唔知耶穌係咪嗰啲雲後面嘅咧咁，即係佢自己會咁樣諗。細個已經會諗到係咪有神咧，會咁樣諗嘅，即係知覺性敏感到啦，即係敏感到靈界，諗到神嘅，同埋明白到係有神嘅，即係小朋友都會啊，你同佢講，我哋祈禱多謝天父，佢會明白。有個神嘅，同埋有屬靈嘅推動力啦，咁亦都有屬靈嘅連接性啊，即係 connectivity， 即係能夠同神聯繫啊。咁尤其經歷聖靈咧，當我一諗耶穌咧，成個人咧就以神嘅靈流過，即係我係感受到能力嘅，感受到喜樂湧流出嚟，感受到神嘅愛嘅，哈利路亞！即刻感受到愛喺我身上，這個 connectivity 即係連接啊。咁我哋中間咧好多人一祈禱啦，覺得平安、輕省、舒服，都係神帶嚟嘅喎，係咪？即係呢個咧就係神所帶嚟嘅，即係同神相連，我哋有靈啦。即係話我哋全人嘅醫治係有靈、有魂同埋有身體嘅醫治。咁然後咧就係魂啦，魂係包括乜嘢呢？思想、意志、感情，就係我哋其實好多人都會明白嘅，就係我哋人有思想啦。有我哋嘅意志，我哋決定做乜嘢，思想就係我哋諗乜嘢咧，又決意做乜嘢咧。然後咧，人有感情嘅，咁呢三樣咧比較即係普通人比較容易明白，因為靈咧比較難啲難少明白嘅，但係魂咧就比較容易明白嘅。咁然後咧就身體啦，身體咧就會係知覺外界啦，所以我哋用個外界，知覺外界就知覺到視覺啦，睇到周圍嘅，聽到啦。未聞到啦，觸覺摸到啦，嗅覺啊聞到啦，唔係，對唔住，上面一個係嚐到啊，食嘢嚐到。好啦，咁我講呢個圖係咩意思呢？就係話喺我哋人生裏面，我哋嘅靈啦，同我哋嘅魂啦，同我哋嘅身體啦，如果有毛病嘅時候，又會引起毛病、疾病啦，亦都會可以係邪靈就捉實呢啲嘢嘅，即係呢個人嘅同靈界嘅連接。或者咧，佢同呢個佢自己嘅思想，有好多人嘅思想係好混淆嘅。有啲咩思想呢？譬如有啲人嚴重嘅，佢話個個都害我嘅，呢啲食物有毒嘅，你想害死我，即係呢個思想去到一個比較歪曲嘅程度啦。佢意志有啲人淨係想賺錢，慢慢咧個人變得好自私啦，成日都係諗到或者諗到負面啊。佢意志我決意做嘅嘢都係害人嘅。害人，有人講一句説話咧，有啲人害人利己啊，又係都係唔好。有啲人咧係害人而不利己喎，即係點咧？佢害咗人，但係佢自己係冇益處，不過佢就見到害咗人咧就好開心嘅。其中一個例子咧，喺巴士總站咧，就有時咧有啲人咧擺咗啲空嘅嗰啲氣啊，即係嗰啲飲品嗰啲盒啊，飲品盒咧放喺個車轆底下。個車一行咧就砰一聲咁樣樣嘅，咁周圍啲人就嚇一跳一跳。咁嗰啲人咁跳一跳，佢有冇益處咧？冇益處嘅喎。佢咧就只係已經可能嗰啲可能已經走咗嘅咯。不過佢就中意咧飲完就放喺碌底嗰度。咁咧等第啲人行過咧就嚇一跳。咁其實害人又唔利己嘅。咁因為佢嘅心術不正。咁有時覺得佢心術不正嘅佢嘅問題，其實唔係嘅，即係佢會影響同人關係，亦都影響佢成個人咧係有問題。佢會影響佢有邪靈影響嘅。咁或者個人嗰啲感覺啊，譬如時時個情緒失控啊，佢情緒咧係唔健康嘅，成日都覺得孤單啊、困難啊，成日都覺得自己冇乜用啊、開心啊，呢啲都係會影響嘅。好啦，嗱呢個另一個圖咧都係幾好嘅呢個圖。咁呢個圖咧由左邊開始嘅，有個箭嘴 stimulus。即係有啲咩刺激？刺激嘅意思唔一定要咩大刺激嘅，即係話有人同你講嘅嘢啊，有嘢食啊，有嘢做啊，乜嘢都好咧，咩發生啊，落雨啊，咁都乜都好啦，有嘅刺激。跟住咧就感官啦，同埋解釋。感官咧就係 sense 到啦，睇到乜嘢咧，聽到乜嘢啦，聞到乜嘢啦，摸到乜嘢啦，嚐到乜嘢啦，呢個就係身體感官。然後咧跟住會解釋嘅喎，即係譬如聽到啲嘢咧，
同樣兩個人聽到，有個人話：啊，你做得好好啊咁。咁有個人咧就話：啊，佢讚我真係開心。但有啲人咧就話佢遞我啫，佢邊度係中意我？佢邊度係話我好啊？佢係遞我咋，佢唔係真係噶。佢有意圖嘅，有企圖嘅咁。即係人有時聽到同一樣嘢咧，可以完全唔同嘅。咁如果講提議咧，譬如有個人提議另一個人咧，一個人咧就會話好啦，我要改善啦。但另一個人可能話佢咧，其實成日都揾我啲唔好啊，佢成日都覺得我唔好嘅，成日都唔中意我，我做乜佢都唔中意。咁佢個 interpretation 咧就變咗好有影響啦。咁而呢個咧係受咩影響咧？喺呢個思想啦，思想同埋個即係屬於個魂啦。咁、那個魂咧包括啲乜嘢呢？就有佢嘅感情啦、記憶同埋意志。感情咧就係、是、影響佢嘅感情，即係譬如話有人講句説話咧，佢即刻受刺激啦，好開好唔開心啦，好煩惱啦，咁啊感情受影響啦。佢又用翻佢啲記憶嘅喎，入咗記憶咧，同埋嗰啲記憶攞翻出嚟。嗱、啊，譬如咁啊，啊慶祝生日啦，個個人都好開心喎、啊，咁啊觸發一啲記憶啦。以前啊，我生日啊都冇人同我慶祝噶，我成日都睇人慶祝生日，我都幾恨啊！唉，都冇人中意我嘅，所以今次有人同佢慶祝生日，佢又覺得你哋好開心嗱，嗰、那個人為呢、這個人啦、啊、嚇，呢、這個人啦、啊、慶祝生日，你哋個好開心啊！啊，我啊睇住你哋開心嘅啫，即係有啲人可能會咁樣情況，佢唔能夠自己真係去接受人嘅為佢嘅祝福，咁因為點解佢記憶裡面咧，記憶咗好多唔好嘅嘢喺裡面。咁呢個就影響咗呢個人，咁然後咧就係佢嘅意志啦，即係佢決意。有啲人會決意，我唔中意人嘅，我唔中意同人交往嘅，我唔中意幫人嘅。咁呢個佢決意，佢嘅生命咧就會受影響嘅。即係話呢啲嘅事情發生，會進入佢嘅情緒啦、感情啦、佢嘅記憶啦、佢嘅意志啦，佢嘅即係影響佢嘅思想，跟住佢就會有行動啦。嗱，下面咧有靈喎。Spirit 靈咧，就係、是、呢個人嘅靈，佢咧就嗱，佢呢度就寫 conscience， 其實靈唔係淨係 conscience 嘅，就係靈就同神嘅交往啦。咁然後咧就左邊咧就係邪靈，右邊就係聖靈。咁點解靈又會有邪靈有聖靈咧？咁因為人可以受邪靈影響嘅，正如彼得，耶穌同佢講：撒旦退我後邊去吧。當佢叫耶穌唔可以釘十字架嘅時候，其實我哋人都會有時有啲聲音話。神喜歡你的，神會饒恕你的，或者自己裡面說出來，神會饒恕我犯了太多罪了，這個都是邪靈影響我們的思想模式的，也都是即我們的罪性情，很多時候邪靈是會使用的。好了，右邊就是聖靈跟我們說話，即這些一切影響我們，這個人真的健康了，那是聖靈影響咯，不健康左手邊邪靈影響，邪靈影響怎樣呢？情緒呢，哇，有些人真的發狂的，我試過有一次駕車去到一個地方是用 stop sign 的，即是要停的，四邊停，邊個先到停完就可以走，即是第一個車停了跟著走，第二個車停就走。那那次我去到是我停先的，然後先有一個車來，跟著我就走，一走的時候那個車就走，那我就是撥他，那撥他那個人就怎樣呢？他就將他手和他頭伸出個車出面，哇，好兇惡，好大聲咁樣喺度鬧。我睇得出咧，哇，佢裡面咧即係嗰種憤怒係好緊要，好嚴重，就係、是、因為呢度嗱呢個情況，佢就佢嘅感情咧，佢嘅情緒係非常之強烈嘅影響，俾呢個邪靈嘅影響。咁如果佢係俾聖靈影響嘅，咁佢嘅感情就會係成係喜樂嘅。平安的輕散的，就算有傷害他都會能夠很快的處理。好了，即是說我們的靈和我們的魂受影響，接著行動了。行動呢有很多種的可以同樣的行動的，譬如有人跟另一個人說一句說話，啊，你啊件衫好靚啊，那有一個人就說，啊，多謝你，好開心啊，啊好靚，但另一個人說只是衣服漂亮嗎？我人不漂亮嗎？為何上次又不讚我的？即是他心裡面總是有些叫哩咕嚕，人家說的說話，那這個叫哩咕嚕，跟著他行動是什麼呢？裡面就在說自己最需要自己生得這樣，啊，即是總之有很多這些這樣的行動出來，聖耶穌所說，他說
善人從佢心裏所存嘅善就發出善愛，惡人從佢心裏所存嘅惡就發出惡愛。當佢裏面存住都係憤恨，唔接納人，唔中意人，覺得自己唔好，覺得世界唔好，覺得神對自己都唔好。其實我哋審查自己，我哋對於神係咪覺得佢好，抑或覺得佢唔好咧？當我哋係咁嘅時候咧，自然嗰個人咧出嘅嘢咧，嗰啲行動係出啲乜嘢咧？怨恨啦、傷心啦、唔開心啦，就會好多呢啲。所以當我哋同一個人做釋放嘅時候，一定會聆聽佢啦、關心佢啦、接納佢，等佢覺得被愛、被睇重，然後咧都要引導佢慢慢去處理嘅。咁呢個圖俾大家睇得到，原來人好多方面咧都係需要醫治嘅。可能有兩種嘅釋放，咁呢個我哋要明白，因為有啲人咧就成日都以為話靈性嘅釋放就搞掂啦，你奉耶穌名同我趕曬一切靈就搞掂啦。其實唔係嘅，因為佢如果佢裡面佢仲係有一種負面嘅處理方法，咁嘅時候咧佢係好難處理到嘅。咁有好多人都有呢種嘅觀念啊，覺得咧祈一禱就搞掂嘅。啊，聖經其實冇咁樣講嘅，聖經係好清楚講到我哋要處理我哋嘅怒氣啊，我哋嘅啊唔好俾人影響啊。我哋處理人啊，唔好俾惡人影響啊！呢啲唔好為惡人心懷不平，聖經有講到呢啲嘅。好啦，悟性同埋生活嘅釋放係乜嘢咧？嗱，我哋一齊讀啊！處理對神看法，處理對己看法，處理人的影響，處理情緒思想，處理與人關係，處理對傷痛看法。即係我哋需要學習處理對神嘅睇法，讓我哋係神又覺得神好好嘅，神一定善待我哋，神真係善待我哋。如果我哋唔夠好咧？好簡單，你就悔改求耶穌赦免，然後接受耶穌嘅白白嘅恩典，就相信佢即刻接納你嘅。即係神嘅接納，好似你開燈一樣，你開燈即係有光喎。當你一求耶穌，耶穌一定幫你。咁樣嘅信心咧就好簡單啦。事實上，神就係咁嘅。處理對神嘅睇法，對自己嘅睇法，即係好多人覺得自己唔好，又係會影響有邪靈嘅影響，或者身體健康嘅人嘅影結人啦。嗱，呢個神。自己同埋人啦，又處理情緒思想啦，處理同人嘅關係啦，同埋咧處理對傷痛嘅睇法。有啲人咧傷痛咗，永遠都唔得醫治嘅。有人譬如丈夫曾經以前點樣做過啲咩唔好，佢永遠都唔能夠放手。佢唔放手，佢永遠重複講俾佢聽，佢永遠都唔改變嘅。所以呢個係一定要，即係我哋一定能夠放手，係傷害係痛苦嘅。不過唔放手就更加傷害，繼續仲有得等。仲有得嚟啊！咁啊，想唔想更多傷害啊？唔想，唔想啊！快啲忘記，更加饒恕啦，更加得釋放啦。靈性嘅釋放啊，一齊讀啊！信和接受神的愛，長時間愛慕神，聖靈充滿，斷絕與邪靈關係，信必能勝過邪靈，奉主名趕邪靈。就係相信同埋接受神嘅愛，呢個係最緊要第一。即係相信咧，神咧見到你就搭堂噶啦。你會唔會咁相信咧？你今朝起身嘅時候，咪覺得哎呀，神見到我就搭堂啦。因為你今朝起身嚟覺得，哎呀，對呀，哎呀，又要做乜乜，又要做乜乜。因為你一起身就話，哎呀，真係好啦，神真係中意我，真係中意得緊要。神的而且確係咁嘅。我成日都話俾自己，神好錫我，神好中意我，係事實嚟嘅，唔係阿 Q 精神嚟嘅。我都成日話俾人聽，神好錫你，神好中意你嘅，神睇重你，呢個係得醫治嘅好基礎嘅。好重要的基礎，又長時間愛慕神，越長越好，時時刻刻享受神。其實祈禱咧，享受神點啊？成日都啊，你女啊，耶穌愛嘅我感謝耶穌，所以我帶領見面，我想大家就係進入呢一種嘅狀態，成日都話耶穌愛我真好，感謝耶穌，相信神嘅愛，宣告神嘅愛，神愛嘅愛，同埋咧一不斷愛神，咁樣。咁樣嘅時候咧，呢、這個人就好容易得釋放，就被聖靈充滿啦。時時咧一祈禱，即刻有神嘅同在，咁嘅時候就容易趕邪靈啦，又斷絕同邪靈嘅關係，相信一定能夠勝過邪靈嘅，又奉耶穌名趕邪靈。其實釋放所有釋放都係咁嘅啫，夾埋一齊就得噶啦。但係點解咁難咧？好多嘢喎。咁係即係都要學嘅，譬如你翻學都小學都六年啦，係咪？中學都而家就。而家都係六年啦，係咪？即係都好多年啦。咁你學做人，做一個屬靈嘅人，係咪更加需要時間？但係其實咧，你呢啲嘢處理咧，如果你肯咧，係好快嘅喎。點解咧？好啦，從之後我嘅丈夫或者太太，佢講啲咩唔好嘅説話，係佢嘅軟弱，我接受佢未
佢笑仍然需要成長，佢嘅軟弱我唔使放喺心上嘅。佢講咗咪由啦，喺空氣中消失咯。佢話你咩咩衰人啊，唔好啊，有佢消失唔緊要嘅。人能把我怎麼樣呢？因為神係睇中我，你可以決意咁做咧，你開始會做到嘅喎。只要你決意就得嘅咯喎。你決意話我係好寶貴，我唔使俾人傷害，我唔使覺得自己好好冇用嘅。大家有冇起身覺得哎呀好慘啊？哎呀又做唔到啊！哎呀，又唔吸引啦！嗱，呢啲思念咧，呢啲意念係唔好嘅嘢嚟嘅喎。但係好多人咧就養曬呢啲嘢喎。嗱，同養鬼仔差唔多嘅啫，其實。係啊，呢啲嘢就係鬼仔咁樣養喺度咧，裏面咧就喺度叽哩喀啦叽哩喀啦。你一日嘅口出嘅係乜嘢咧？係恩言啦，定係呢啲咁嘅唔好嘅嘢咧？其實唔係，其實冇讀 science 咁難㗎喎，冇念嗰啲書。嗰啲書咁厚咁難喎，其實唔係好難，係主要係願意得嘅咯喎。咁呢個咧係咁就耶穌。咁你就係兩方面都要處理，咁咧你自然就釋放。每一日，而家神有呢個能力，你話我做唔得夠好，第一你可以睇翻啲教導啦，咁我亦都可以幫助大家有需要嘅，可以幫助大家做釋放、做輔導啦，可以學習啦。咁然後咧，你日日都讚美神、愛慕神，成日都話神愛我嘅，其實你日日都享受神咧。神愛我嘅，你一定得釋放嘅，因為神會教你嘅，你只要虔親人神就可以嘅。嗱，做釋放嘅過程，第一就係輔導。咁我哋上一次咧就亦都講過，但係我哋而家呢度咧就今次我要加添咗一啲嘅材料嘅，就先我哋都讀一讀，因為呢個過程咧都係好重要，讓我哋知道點樣幫人釋放。喺一齊讀嚇，聆聽對方的情況、困難和感受，帶著同你心回應對方的感受。呢度好緊要就係第一就是聆聽啦。知道佢嘅情況，有佢嘅困難，佢嘅感受，佢嘅 feeling， 然後帶住同理心回應。但你其實未回應之前，應該首先就係感應到先，感應到，即係感受到。譬如有個人，佢啱啱佢丈夫離開佢，咁你去諗，如果我嘅丈夫離開我，咁我會有咩感覺呢？咁你就感受，如果真係呢樣發生自己身上，你感受到你就會能夠去回應佢嘅感受啦。跟住第三。引導對方找出問題和問題的根源，引導對方看到問題的嚴重性。嗱，呢個跟住引導啦，就是、引導佢睇得到佢個問題喺邊度。咁你最即係呢個引導咧方法其實有好多嘅，係最好咧唔好戴住一個有色眼鏡，就係、是、睇你咁嘅樣，你梗係成日都係即係你咁樣樣實。搞到自己唔彎實彎嘅，即係呢種嘅有色眼鏡睇住佢，覺得佢衰咧，自然咧就會嗰個引導都唔係做得咁好嘅。就係相信佢係一個有智慧嘅人，佢都有心想改變嘅，相信佢有能力可以改變，靠住耶穌佢可以改變到，佢可以變成一個好有用嘅人，可以大大俾神使用。呢個就係一種對嗰人嘅睇重啊、信念啊。如果我哋見到人就覺得佢都冇前途嘅，呢個人唔得嘅咧。我哋自然咧幫人嘅時候，人都會有呢種感覺嘅。好啦，然後咧引導佢睇到，因為要睇到個根源啊。有時，但係佢未必一下子去到核心。有時核心可能就係佢自己喎，可能睇到個面頭先，一步步睇落去嘅，又引導對方睇到問題嘅嚴重性啦。譬如有人，我曾經試過輔導一個人，佢咧就係佢咧佢係女傳道嚟嘅喎，但係咧佢。個丈夫咧就成日都要佢生仔，佢就生幾個女。咁咧佢就個丈夫成日叫佢生仔，佢就唔中意，佢就唔同佢丈夫瞓覺啦，淨係同嗰啲女瞓覺。咁咧就同埋夜晚晚都好夜翻屋企。咁我聽完咧，我就同佢講，我話你咁落，你覺得你丈夫會對你點樣樣咧？咁咧佢開始明白，如果咁落，佢丈夫一定覺得好似冇咗個太太一樣。咁佢後來知道咧，佢對佢丈夫更加好啦。咁佢丈夫更加好嘅時候，我第一樣嘢你可以試啊，同翻你丈夫瞓覺。即係雖然佢你唔想同佢生，要生一定要生一個仔，但係咧你同佢瞓覺呢個對佢嘅接納。如果唔係咧，佢覺得好似失去咗你啊，即係生咗幾個女就失去咗個太太啦。即係俾佢知道嘅嚴重性啊！將來你侍奉都做唔到啊！即係俾佢知道。咁呢個係當然引導啦，睇個人嘅接納程度。有啲人好接納，佢好想得解決方法，你可以直接話俾佢聽，引導佢嘅。但有啲人佢未必嘅，咁就要引導啦。咁跟住咧就係第一齊讀啊，第五引了解對方曾用的方法和有效程度，佢有冇效咧？用過方法。第六
引導對方找出處理問題的方法，引導佢揾處理方法。第七，引導對方找出處理問題的步驟。好啦，啊呢啲嗰啲我哋唔講住啦，就即係首先講到一啲唔好嘅輔導方法，即係譬如傷害人令到人唔開心啊，同埋咧唔好忽視受助者嘅感覺。有時我哋會聽到佢覺得唔開心，但我哋唔感覺到啊，覺得冇嘢嘅，使乜咁唔開心咧？使乜咁煩咧？咁或者聽唔到啦，嗱呢個非常緊要嘅。譬如佢話我好煩惱，咁呢個人咧就表達。即其實兩個人咧，就一個咧就表達我點辛苦，好煩啊！但另一個話，你聽我講你就唔煩噶啦，因為點解咧？佢好想解決，佢就唔係聽到嗰個人。咁我哋人係好容易會咁樣樣嘅，即講我就想講俾對方聽我點辛苦，但係聽我咧就好想你快啲放低啲煩惱，你唔好成日諗住煩惱。咁嘅時候咧係幫唔到佢嘅，但我哋可以講俾佢聽，我感受到呢個煩惱，我知道唔容易噶啦，呢度。我哋一齊讀一讀嚇。我知道有些人或者事令你煩惱，我知道你不好受，我感受你嘅煩惱。呢個係我即係感受啦，感受到佢，跟住咧就去了解，去探討啦。下面啦，這些人或者事怎樣影響你咧？就問佢啦，點樣影響你啊？你有冇有想過點樣處理咧？有冇諗過點樣去處理咧？有乜嘢處理嘅方法係有效？嗱，呢啲都係等佢諗。點解等佢諗好呢？如果個人係好想得幫助，好想改，你一講俾佢聽，佢會聽曬。但係好多人未必想喎。嗱，譬如一個人，佢成日都煩，佢成日都好開心嘅，佢嚟到佢想得解決方案，但係你話俾佢聽唔煩啊，依家神會幫你，佢會唔會一下子接受呢？佢唔會一下子接受喎，佢已經煩慣咗。咁我哋可以做咩呢？引導佢。你咁樣煩嘅時候，你覺得對你有咩影響啊？你平日生活係點樣？你覺得辛唔辛苦啊？你想唔想出嚟啊？嗱，呢個就係睇佢意唔意願啦。你想唔想出嚟啊？然後咧，佢想出嚟，你試過用咩方法出嚟啊？啊，咁佢嘅方法有冇效啊？譬如佢話：我嘅方法咪出去唱歌咯，咁出去唱歌。咁你翻屋企點啊？翻屋企又煩過啦。咁即係出邊就得，翻屋企就唔得啦。咁然後就探討啦，咁點樣可以喺屋企得咧？咁一步步咁引導佢。我哋今次咧又會再聽翻第三個錄音，咁咧就大家唔好去估邊個，完全咧係一種教導嘅作用，幫助大家咧去即係睇下點樣去回應人嘅情況。第三嗰、那個。咁我哋大家留意一下，聽一下佢有冇回應對方嘅感受。有冇做到我哋輔導上？因為你咁深嗰個根咧，其實我哋要想嘅一樣，我哋要拔根啊嘛，係嘛？咁如果係我而家為你祈禱，我哋而家深信神咧喺我哋裏邊去圍繞我哋嘅時候，我哋可以點樣去幫助自己？有冇嘗試諗過啊？諗過，即係話點樣去深入啊？點樣可以將嗱？其實咧，攞手攞手係啦。你有冇諗過點樣先可以驅除邪靈？嗰喺你個心靈裏面咧，個心靈裏面咧，唔俾佢有地步咧？有冇諗過？有做啊？點做？我好惡做。大聲啲。好惡！我已經再次個身體度啦，嗰啲身體係我啊嘛。是上帝你我嘛，我不過你唔會入侵我，即係我日常生活啦，同埋營運啦，我你都需要我。係，你堅決喺嗰個意識上面咧選擇拒絕邪靈加進入你嘅心靈裏邊，你都好喎。係啊，聽你咁講。佢咧即係好似都幾多而家咧，係之前啦，我想問多少少就係你幾時上小啫？應該係呢一年即係話而家有四年零五年嘅時間啦，係啦。好啦，咁喺信主個過程裏邊即係應該有好多嘅改變噶嘛，係嘛？咁所以當你去信咗耶穌嘅時候，你感唔感覺聖靈嘅工作咧？
我感覺到少年的工作，即係譬如話，你信神的時候，你能唔能夠去領受啊？感覺上帝係同你一齊咧，因為我哋都可以停，可以停 ，OK 嗱，等記唔記得翻只先？聽過啲乜嘢？第一咧就係嗰個人咧就講到仍然有啲邪靈嘅影響嘅，咁然後咧佢就問輔導員咧就問佢你用咗啲咩方法？咁佢咧就話咧我咧就就即係話俾佢聽你唔可以留喺度，咁然後咧跟住咧就。他就講到他信主，咁就跟住就問佢你信主幾耐，然後就問他有冇經歷聖靈，有冇感受到聖靈。OK， 呢個人因為前一段已經講過，上一次我哋聽過一啲嘅，咁佢就講到佢咧，即係仍然咧，佢一瞓覺嗰時咧，隻手就會有啲動作嘅，有啲喐啊咁樣樣嘅。咁咧，然後咧就係做咗釋放係有減少，但係依然有喺度。他話最辛苦就是睡覺嗰時候。好啦，大家想一想，嗱，佢講到佢其嗰陣即係瞓覺就好辛苦啦。佢就講，咁佢點做呢？就係我就斥責佢，話俾佢聽，佢唔可以留喺度。跟住咧就問到佢關於佢信主啦。嗱，我想問下你喺呢度過程裏面咧，你覺得佢有冇回應對方嗰個情況？佢回應到咩程度？又有啲乜嘢冇回應到？同埋佢喺邊度跳咗落去？大家再聽一次啊！再聽一次，呢度由頭開始，再聽一次，留心聽一聽下。然後咧，跟住就問佢呢一年啦。呢度停一停先啦。停一停，呢度停一停。OK。大家留意到喺呢、这個當佢講到有呢個邪靈啦，之前喺呢個手度啦，跟住就問佢用咩方法啦。咁佢就話咧，就係即係好惡，佢話好惡，去趕佢出嚟。咁呢個佢用嘅方法，咁呢個都可以係一個方法，不過唔係一定要惡嘅，即係咁呢個睇情況需唔需要話俾佢聽啦。咁然後咧就佢就講到嗱呢、这個題目去到呢度嘅時候，輔導員其實可以做乜嘢咧？佢就話佢有咁做，即係佢話咧佢瞓覺咗好辛苦，仲係佢手有特別嘅動作。然後咧佢就問佢你做咗啲乜嘢？佢就好惡去趕佢。跟住咧，佢就講到去教會。咁我想問你，其實輔導嘅人咧，當你聽到佢呢樣嘢嘅時候，可以有啲乜嘢進入咧？嗱，即係話佢仍然瞓覺有呢個問題，而佢用緊呢個方法。咁我可以跟住可以諗下一步可以問乜嘢咧？大家諗唔諗到啊？即係如果呢個繼續落啊，即係呢樣嘢唔好斷咗，去教會係咪轉咗題目啦？咁？呢、这個題目點樣繼續停留、繼續進入呢？當你佢
佢接嗰個邪靈嘅時候有咩反應，而你即係、那個果效係點？係啦，冇錯，非常好，非常好。就係、是、咧，可以問佢啦。嗱，佢用呢個方法啊嘛，咁、那個果效點？咁點解仲係日日咁辛苦？係咪啊？即係話講一個題目，就我未講曬咧，就講第二樣嘢啦。因為你要進入呢樣嘢，幫佢點解佢有效？有冇有效？因為冇效，咁點樣改善咧？咁咪就跟住落。就算佢拆開咗，啊，我去咗教會好咗，咁好咗咁樣，好咗咁咧，我哋就應該就都拉翻佢翻轉頭啦。咁你先話你咁樣趕邪靈有冇用咧？啊，你有幾多次會咁趕邪靈咧？嗰、那個情況點？因為有啲人係咁啊，耐足趕一次，有時佢由得佢喺度啊，或者佢。趕的時候嗰、那個情況，我哋可以了解同埋個方法，有冇信心咧？趕嘅時候會驚啊？有冇覺得硬係點解仲係唔走嘅咧？點解隻手仲係咁樣樣嘅咧？即係問翻佢了解嘅情況，佢可能佢一路趕一路驚喎。不過佢雖然好惡啫喎，咁呢個就係進入啦，即係繼續追嗰樣嘢。好啦，跟住咧佢就講到佢教會，跟住輔導員就轉咗去問啦：你信咗？你幾時信主？幾時信主呢個問題，你覺得係同嗰個啊，即係嗰個啊講開嘅題目嘅關係點樣樣咧？幾時信主有冇？想肯定佢嗰個能力有幾多，因為啱啱信主就一定係唔夠力啦嘛。O K， 係。咁你內就應該嗰個信心同咩咧，應該定啲嘅。O K， 係呢個係可以幫佢更加了解呢個人嗰個屬靈嗰個情況，即係呢個係可以。幫助他了解，這個是可以是的，但亦都可以是呢，是譬如轉去問，就是說呢，可以問他，那你信了主這段時間，你覺得那些邪靈的騷擾有沒有加強或者減少？你用什麼方法？就是說在他的歷史，他回教會的歷史都跟這個邪靈，即是起初時怎樣，後來怎樣，什麼時候開始有邪靈出現？咁啊，輔導員就跟住跳咗去問乜嘢咧？佢就問你祈禱嗰時候有冇經歷？咁呢樣嘢有冇幫助咧？其實有幫助嘅喎。點解咧？因為佢祈禱有冇經歷，經歷到咪知道識得點樣去啊，即係點樣係聖靈充滿啦，係咪？係有幫助。不過問題就係、是、又開咗另一個火頭啦，係咪啊？即係呢個係有幫助，係。最後有幫助的，因為咧佢即係話佢啊祈禱嗰時個靈好通，咁咧就引導佢咯喎，引導佢嗱、啊，你隨時可以祈禱經歷到神嘅同在，咁你當你感受到邪靈，你咪祈禱進入神嘅同在，然後你可以趕邪靈，即係話將呢幾個題目如果連係一齊咧，就係點樣樣咧個圖畫就係、是、你用咩方法，有咩果效，點解有時得？有時唔得，你有咩感覺喺個過程中有咩有冇懼怕，有冇擔心？啊，當你做得好嗰時候，你有冇信心？有啲人唔係喎，做完好咯，咁又當冇事噶咯。有冇信心？有冇加強你嘅信心？咁你然後咧，你都可以再問喎。咁你祈禱嗰時候，你平時祈禱有冇覺得平安、輕省啊、舒服啊？咁咧啊，當輔導員問呢個人嘅時候，佢答嗰啲答案咧，就未必真係話係隨時祈禱經歷到，佢講到有時經歷到。某啲嘅經歷，因為我哋好想幫人隨時經歷到，隨時經歷到咧，佢就能夠保持到聖靈充滿，就能夠容易趕出邪靈啦。咁又問佢：你能唔能夠隨時都有聖靈充滿啊？咁然後咧喺聖靈充滿嘅狀態之下去趕邪靈，你有即係有冇呢個信心去做咧？咁然之後我哋同佢做完就話俾佢嗱，正先喺聖靈充滿嘅狀態，跟住我哋趕邪靈就有反應啦。即係呢幾樣都可以用嘅，不過點樣連係？即係我哋輔導嘅時候咧，將呢啲嘅意念連係一齊，即係有個 picture。咁基本上咧，啊要出翻呢個銀幕，個銀幕要出翻。基本上咧，嗰、那個輔導啊，即係話輔導同埋趕邪靈嘅方法，我而家簡單講一講，然後我哋下一次先去完成嘅。即先我哋講輔導啦，即係趕邪靈同埋或者醫治，第一步咧就係、是。輔導幫他了解他的問題在哪裡，譬如有個人他成日都鬧交的，成日都不開心的，成日都煩惱的，成日都很自卑的，當我們知道的時候，這個人即有邪靈，是即可以說是很
即係難趕出去嘅，係咪？咁所以我哋點樣引導佢，讓佢知道呢啲問題啦，會影響佢啦，就輔導佢啊！你覺得呢啲問題對你有冇影響啊？唔緊要啦，算啦，揾唔到算得，我就咁口講，唔使揾。咁咧就讓佢知道嗱，呢啲問題係影響你嘅。咁你覺得呢啲問題可以點樣處理咧？咁當然一次嘅輔導好難去處理曬呢樣嘢。但係整體上教導佢一啲簡單嘅方法，咁我喺輕鬆得勝都好多時講到點樣嘅方法呢？譬如首先相信自己好寶貴嘅，神好愛我，好錫我嘅，於是咧有信心啦，神一定幫我嘅，一定邪靈講得出嚟嘅，呢個第一個信心。第二，人嘅問題，雖然人有啲對我哋唔好，但係咧佢係有罪嘅人，所以佢會傷害我，我唔使放喺心上噶嘛，我唔使因為佢而發嬲噶嘛。我唔使心懷不平以致犯罪噶嘛，咁所以咧，我可以人哋講嘅説話咧，基本上就係有人對你講負面説話，我哋就放手啦，唔使咁放喺心上啦。而我哋嘅心咧又睇出佢，其實呢個人會傷害我，會鬧我，因為佢成日俾人鬧，成細到大都俾人鬧，所以我睇出佢啦，睇出佢我就會饒恕佢啦。饒恕嘅時候咧，個心就鬆咗啦。嗱，呢個即係好簡單。可以講俾人聽，但佢可能唔係一下子能夠做得到喎。但係我哋就開始引導佢嗱，你諗下你嘅丈夫或者太太或者某一個人，係咪佢都受過好多人傷害呢？啊，佢係咪都好多唔開心呢？你諗到佢咁辛苦咁淒涼，你能唔能夠體恤佢為佢祈禱好唔好？我哋一齊為佢祈禱啦，你一齊祝福佢，我哋又真係饒恕佢，咁引導佢能夠俾個人影響咯。或者佢話煩惱，哎呀好煩好煩。咁我哋又點樣引導佢呢？你有冇試過經歷過耶穌幫你？你祈禱有冇耶穌幫過你？好多人都經歷過喎，係咪啊？有啲事經歷過幫助，又而家又面對一個新嘅事咯喎。嗱，以前經歷幫助嘅事，你係咪覺得好難啊？但後來都幫到喎。咁而家經歷嘅事，神會唔會幫到你呢？即係引導佢喺困難之中去依靠神。如果佢冇經歷過聖靈，感受聖靈，我哋都可以話俾佢聽，你可以經歷聖靈噶，你祈禱可以感受到神嘅同在，你感受到神嘅同在咧，你就會更加深信神嘅愛啦。即係喺祈禱嗰時咧，更加深信神真係同我一齊，神真係陪伴我嘅，咁你就更加有信心，我生命好寶貴嘅，可以趕出邪靈嘅，神會提升我生命。嗱，其實幾樣嘅引導咧，可以引導佢明白到。神幾愛佢，佢嘅生命幾寶貴，神已經勝過曬魔鬼邪靈噶啦。咁咧呢啲人雖然佢唔好，但其實佢好淒涼噶，你就憐恤佢，為佢祈禱，饒恕佢咯。有困難，聖經話咗先求佢嘅國同佢義，一切交俾我哋嘅，神一定為我哋開路嘅。神又睇重你噶，喺你嘅生命有奇妙計劃。咁你想唔想發揮出嚟咧？你想咧，你可以行喺神完美計劃，你想唔想咧？即係話可以係一個好短嘅輔導咧，係引導佢。讓佢知道佢嘅生命係非常之寶貴，係問題一定處理到嘅。咁然後咧，就下一步咧就係呢個初頭嘅輔導啦。下一步咧就係同佢一齊去祈禱，讓佢經歷到聖靈。嗱呢樣嘢咧係用靈嘅祈禱，有啲人嚟講覺得好困難。正先我哋講到靈魂體係咪？咁咧就魂就比較容易明白嘅。不過好多人祈禱咧都係限於思想。限於思想啊，魂記得有三個功用咩啊？思想，跟住咧意志、感情。好多人咧個思想咧限喺思想係點樣思想咧？嗱咁啊，耶穌啊，求你幫我啦！哎呀，趕出曬啲邪靈啦！求你醫我嘅病啊！即只係一種傳遞嘅思想啊，即係電郵式嘅思想。咁樣嘅祈禱咧，一樣有功效，不過功效係唔會好大，因為耶穌話咗用心靈誠實嚟到禱告。咁所以單係思想祈求咧，係嗰個作用係有，但係唔係好強嘅。所以點解好多人嗱，亦都因為佢啲問題啊？有冇發覺好多人家庭好多問題？佢跟住咧，佢就祈禱咯。佢話：神啊，求你幫我家庭唔好鬧交啦。但係祈禱仲係鬧交喎，點解咧？因為佢唔係咁相信神愛佢，佢又繼續向佢嘅丈夫太太發嬲。佢嘅丈夫太太又發嬲，所以佢嘅祈禱，但係佢嘅家庭依然冇改變到，佢心裏面亦都冇平安喜樂，因為佢只係求，只係一個口頭嘅求，
咁嘅時候嘅祝福大。咁你想更大嘅祝福點樣做？就係思想、意志、感情。但思想咧係咩層面呢？完全相信曬神嘅話，神一定幫我嘅，神係祝福我嘅，神係提升我嘅，神喺我生活有奇妙計劃。呢個就係完全相信神係最好嘅，見出乜嘢都係話神最好嘅。飲水，神真係好啦，啲水咁舒服嘅。譬如呼吸，放鬆嘅深呼吸，真係好舒服。因為神創造我哋呼吸都好舒服嘅。瞓覺，感謝神，我會瞓覺，瞓醒覺好精神，好舒服嘅喎。即係乜嘢諗到神都好好咧，同埋有咩神嘅幫助，即刻話神好好啦。咁啊，成個心咧就會改變啦。所以呢個思想嘅祈禱係心意更新而變化嘅祈禱啊，就係話所有裏面啲負面都清理曬。我一諗到神咧，我就好中意神嘅，我乜嘢都諗到神嘅。譬如木，神造樹有木，我哋可以做好多材料。神造有棉，棉花，棉花其實係咩嚟嘅咧？我哋睇落咧真係唔起眼喎。就係幾條毛咁，有個種子喺佢啲毛嗰度，咁咪飛下飛下。但係神咧俾人有智慧，就將嗰啲毛咧就唔係飛嗰陣時啦，喺個棵棉花樹嗰度就攞咗出嚟，又將佢跳下跳下跳成一條長嘅毛。咁啊，然後咧用嚟整啊，即係可以整衫著啦。即係其實神就做咗棉花，所以你見到棉花，多謝神有棉花，有啲有纖維嘅，感謝神。每一樣嘢睇到都係好好嘅，咁呢個整個思想就心意更新而變化，神好好嘅。咁跟住咧就係意志啦，神咁好，我全心跟從神，我將整個生命俾耶穌，神就會祝福呢個人嘅。咁啊感情啦，成日都覺得啊，神喺我前後環繞我，按手我身上，咁祝福我，成個人都覺得咧神咧係陪住我嘅，神咧成日都憐憫我嘅，愛我嘅。有好多次我犯罪，神都感動我喎，所以佢係好忙而不煩。神係好忙而不煩喎，佢不斷喺我哋身上不斷感動我哋，不斷同我哋講笑話，帶領我哋。你行喺我路上啦，唔好犯罪啦，你倚靠我啦，親近我啦，你就會輕鬆噶。佢成日喺度帶領，你好多時咧，佢就係用一種平安帶領我哋啊。咁你就開始覺得好非常之平安啦。嗱，呢個就係神嘅恩典。神就咁好，咁你就同佢有感情。喺呢個世界上，每一個人成日都喺度啊，你有咩需要，我幫你啦。有啲咩安慰你啦，有啲咩陪伴你啦。喺呢個世界上有幾多個人係咁樣對你啦？好少啊，係嘛？有啲人可能都冇添。但係神係咁樣陪伴你喎，你會唔會心覺得好冧啊？啊，真係好啦！我係好中意神嘅，我真係中意到加零一嘅，因為我覺得神係乜嘢都好嘅。佢做每一樣嘢都咁好嘅，呢、这個就係趕邪靈同埋享受神嘅一個好重要，同埋聖靈充滿嘅祈禱。就正我喺度思想、意志、感情又靈啦。當你去到呢個感情都好中意神咧，已經係好容易接近靈嘅祈禱。靈嘅祈禱咧係你可以日日去操練去做嘅，就係成個心靈好中意神。神啊，喺個心靈發出好似你嘅愛對神啊，哈利路亞。哦，我好愛你，好感謝你喺個心靈嗰度發出嚟，你係會感受到神帶俾你嘅平安同埋輕鬆嘅。咁樣嘅祈禱嘅時候咧，你好容易進入聖靈充滿，就能夠容易趕邪靈。嗱喺呢個時候咧，我想請呢位姊妹嚇，即係先你都有嗰啲釋放，我想咧為你祈禱，就示範呢個靈嘅祈禱。咁呢個係需要長時間嘅。你上嚟好唔好？需要長時間操練，唔係一下子嘅。咁咧，我都請你留意一下祈禱嗰時嘅感受，啲祈上嚟啊。其實即係唔係就講啊神啊祝福阿子軒啊醫治佢啊安慰佢啊感動佢。即係如果我淨係咁講咧，但我都會用啲説話。如果仲係淨係用啲説話咧，我就變咗悟性嘅祈禱啦。悟性嘅祈禱咧，我個靈通咧係好唔同嘅。咁我自己好明顯留意到分別喎，譬如我就咁講，神啊，你幫我啦，幫助更多人復興更新，幫助呢個世代復興更新。我就咁講咧，我係感受唔到強烈嘅神嘅同在。但係當我啊，耶穌你真係好，當我用個靈啊，湧向神咧，就好唔同啦。你黑埋眼啦，
當我用個心靈，成個心靈湧向神，神你真係好啦。即係呢個你喺呢個時候咧，我唔係淨係講祈禱嘅，即係我哋多啲嘅操練，用個靈啊，喺度諗住咩咧？神愛緊我哋嘅，神祝福緊前面嘅，神同佢一齊。主耶穌，你知道佢一切嘅重擔、煩惱，你知道佢唔開心嘅地方。主耶穌，你係知道，你關心佢，你陪伴佢嘅。哈利路亞！當我講哈利路亞嘅時候，我嘅心靈就湧向神。哈利路亞！所以我用詩歌，因為點咧？詩歌你唔使猛諗講乜嘢，你用嘅心靈，用一啲簡單嘅詩歌。主耶穌愛我，主耶穌愛我，主耶穌愛我，有聖殿告訴我。自己唱嗰時咧都好輕鬆咁喎，主耶穌。愛我，嗱，可以同我一齊唱啊！可以起身，一路感受聖靈嘅同在。愛我，一路都進入靈嘅祈禱，進入靈嘅祈禱。愛我，有聖靈告訴我，主。我一路講我做緊乜嘢，多謝你，我個心湧向神啊！多謝耶穌啊！你哋祝福我哋啦！你試下你哋都咁樣講啊！多謝耶穌啊！多謝你祝福緊我哋，多謝你陪伴緊我哋，多謝你嚟到釋放我哋嘅心靈。哦，耶穌，多謝你啊！你時時陪住我哋，神啊，你真好喺個心湧出嚟，哦。你真好啊，神啊，你陪伴我哋，你同我哋一齐。哦，哈利路亚，主啊，释放佢嘅灵，释放佢里面所有嘅烦恼重担都释放出嚟，奉耶稣嘅名释放佢里面所有嘅重担，所有嘅烦恼，所有嘅唔开心都离开佢。主耶稣，求你同佢一齐陪伴佢，主耶稣陪伴佢。哈利路亞，神啊，你好愛佢。嗱呢一陣咧，我又講恩典喎，而唔係就咁講悟性啦。神啊，你好愛佢，你陪伴佢，你而家就喺度，你喺佢前後環繞佢，按手佢身上，你定意去祝福佢，你定意去安慰佢嘅心，釋放佢心靈所有重擔。哦，有你愛我哋真好啊！有耶穌愛我哋真好啊！奉耶穌嘅聖名裏面所有嘅憂傷離開。所有的重擔離開，所有的煩惱離開他，所有的重擔出來，奉耶穌的名裡面的憂傷離開他，奉耶穌的名在裡面的憂傷、失落、自卑感離開他。當他覺得自己不及人的時候，他神的親自安慰他的心，讓他知道他有好的，釋放他的靈，釋放佢嘅靈，賜佢有自由；釋放佢嘅靈，讓佢心裏面嘅壓抑能夠釋放出嚟。佢裏面嘅壓抑都要離開佢，奉耶穌嘅聖名裏面嘅壓抑離開佢。耶穌，耶穌，釋放我，耶穌啊！人嘅傷害算不得什麼。
有耶和華幫助我，我必不惧怕，人能把我怎么样呢？將我裏面所有的憂傷釋放出來，奉耶穌的聖名裏面一切的壓抑都離開他。赞美耶稣，赞美耶稣。这些过程，我们首先祈祷，让他进入神的同在，一路享受神，在神的平安轻散，这个第一步。那第二步呢，就是呢，即是也在灵里面感受的，是不是有些什么压抑啊，有些什么即是心灵上的压抑先的。咁亦都可以問佢嘅，主耶穌，你係愛佢嘅，你知道佢嘅需要，你知道佢嘅憂傷，你知道佢困難，你好愛佢，你憐憫佢嘅。主耶穌，你就喺呢個地方，你而家醫治緊佢。耶穌，你而家嚟到佢身上，你喺佢前後環繞佢，按守佢身上，你定義祝福佢。哈利路亞。耶稣，主释放佢嘅灵，释放佢里面一切嘅忧伤，一切嘅烦恼。嗱，你可以咧谂住呢啲烦恼吹佢出嚟，将你嘅烦恼咧，啊，哈利路亚，大声讲出嚟，啊，哈利路亚，你试下讲出嚟，啊，哈利路亚，啊，哈利路亚，又放松嘅人。耶穌的名，所有的憂傷重擔都拿出來。哦，耶穌，你陪伴我們真好啊！耶穌，你陪伴我們真好啊！奉耶穌的聖名，裡面所有的捆鎖都要離開，所有裡面的捆鎖都要離開，所有的憂傷離開，讓祂得以自由。哈利路亞。神啊，釋放佢嘅靈，讓佢得以自由，裏面嘅懼怕離開佢，奉耶穌嘅名裏面嘅懼怕離開佢，賜俾佢自由。哈利路亞！耶穌愛佢嘅，耶穌愛佢嘅，耶穌醫治佢嘅，奉耶穌嘅名，所有黑暗權勢離開佢。哈利路亞！哈利路亞！好嚟。有冇覺得啲嘢喺裏面啊？一話係覺得鬆緊啊，一話再得緊啲啊？緊咗啲啊？喺邊個位啊？佢手整。佢手整你嗰度。OK， 嗱，你放鬆，放得好鬆，又吹佢出嚟，放鬆。你覺得你望住我眼有幫助，一話未必有幫助。因為有啲人咧，佢就個自然喎，覺得自然；有啲人咧望住眼咧，就未必覺得自然。你覺得 OK？OK， 咁你哋，耶穌
信任我。嗱，你又一路摧毀，有信心佢一定要走。嗱，呢個就係好重要一個方法。因為聖經講到，你合埋眼先嚇，你合埋眼祈禱先。因為咧，聖經講到咧，就係耶穌向門徒吹口氣，佢哋就受聖靈啦。即係話聖靈可以透過吹氣傳遞。咁同樣咧，因為聖靈係創造天使嘅，天使墮落變咗邪靈，所以邪靈跟聖靈都有相似嘅地方。但係唔相似咧，就係聖靈係聖潔嘅，係榮耀嘅，係祝福人嘅；邪靈係咒詛人嘅，對人唔好嘅。咁但係咧，佢類似咧就係一樣可以透過空氣傳遞。咁你試下咧，你就啊而家有啲氣出喎，你就放鬆人吹佢出嚟，有信心佢一定要走嘅，佢一定要走嘅。然後咧，你開眼望住我，用耶穌名，我吩咐一路吹一路吹啊，用耶穌名，我吩咐裏面所有捆鎖嘅靈離開。嗱，你我想問你，簡單講，你黑唔黑？你裏面係覺得係你平時憂傷啊、煩惱啊？有啲咩唔開心啊？呢、這個姊妹都嚟啊！你係咪覺得有啲釋放？呢個唔係啊！你過嚟一個人一齊。我想問你覺得你係有啲憂傷啊？係有啲咩嘅？即係憂傷、憤怒嘅有係。OK。OK。你咧？你覺得有啲乜嘢憂鬱？悲啊，憤怒啊 ，OK， 你黑埋眼啊，放心啦。耶穌好愛我哋，耶穌一知道我哋都係有心去跟從主耶穌嘅，主耶穌知道嘅，耶穌係好想釋放我哋，所以咧係唔難嘅喎，有信心係唔難嘅。嗱，如果我哋當中有人一路祈禱嗰時咧，你覺得有啲嘢出咧，你又走過嚟嘅喎嚇，你覺得有啲嘢？咦啊！有啲嘢走出嚟啦。耶穌首先係信心，耶穌係愛我哋嘅，耶穌陪伴我哋嘅，耶穌係醫治我哋嘅。然後咧，你就有信心，奉耶穌嘅名咧，佢要離開嘅。奉耶穌名，我願意放低啲憤怒啊，求主赦免我嘅憤怒，有對人嘅憤怒不饒恕，唔接納某啲人嘅，我哋就將佢吹出嚟，奉耶穌名咧，有邪惡嘅勢力吹出嚟。釋放我哋。我心裏面好有信心，好有信心，一定會釋放嘅。好有信心，一定耶穌一定得勝嘅。耶穌係得勝嘅，我係可以放心嘅，放手嘅。哈利路亞，哈利路亞，哈利路亞。個頸可以直嘅。哈利路亞。求神都釋放我哋每一個人，你每一個都放鬆嘅人，一路諗住耶穌釋放我嘅，所有捆鎖都離開我哋，所有嘅煩惱離開我哋，所有邪惡勢力離開我哋，所有嘅憂傷離開我哋，我哋有信心。嗱，我想講咧，唔使拍攝，因為我哋可以整容曬佢嘅，即係嗰人嘅樣整容曬，唔使驚嘅嚇。哦，你哋女人，如果你需要釋放，你可以走出嚟一齊祈禱啊！耶穌釋放我哋嘅靈，讓我哋得以自由。哈利路亞！然後你一路吹啦，將啲重擔吹出嚟，又連摔嗰啲人啊，傷害我哋嘅人，我哋連摔佢。哦，耶穌，我哋連摔嗰啲傷害我哋嘅人，佢哋咧係其實都受咗好多傷害嘅。嗰啲人其實傷害我哋嘅人咧，佢哋受咗好多傷害，所以佢哋嘅心好重好重嘅，佢哋嘅心係非常重嘅。佢哋咧心裏面咧得唔到釋放，我哋。放在神的手中，求主釋放。我聽有些人卻氣卻氣都過嚟嘅，真。哈利路亞，感謝耶穌，感謝耶穌。耶穌愛我哋嘅，耶穌愛我哋。主耶穌陪伴我哋嘅，奉耶穌嘅名，所有黑暗權勢都要離開。嗱，個個都可以祈禱嘅，祈禱狀態咧一樣可以釋放大家嘅。所有黑暗權勢都離開我哋，憤怒嘅邪靈要離開我哋。神啊，我哋願意放低一切嘅憤怒，憤怒嘅邪靈離開我哋。神啊，你可以完全醫治我哋嘅憤怒，我哋願意放低憤怒。耶穌，我願意放低一切嘅憤怒。哈利路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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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謝耶穌。我諗住耶穌係得勝嘅，耶穌係愛我哋嘅。哈利路亞，哈利路亞。
你真的要扭聲扭下，如果唔得就。哈利路亞，哈利路亞，仲有邊個想釋放嘅都可以出嚟嘅，一齊講下。放鬆嚟，有信心，有信心吹出嚟，唔係一定要扭嘅喎，有信心吹佢出嚟。你係咪覺得你谷住啊？係咪個腸胃啊？有冇谷住啊？谷住你又吹佢出嚟。好，耶穌嘅聖靈，耶穌愛我哋嘅，耶穌陪伴我哋嘅，有耶穌真好啊！耶穌，耶穌係得勝嘅。但你發覺我講嘅時候咧，並唔係用好強硬嘅聲音喎。反而人相信神是得勝的，耶穌是得勝的，耶穌愛我們的，耶穌陪伴我們的，然後呢即在神的愛中，神的得勝裡面，然後呢奉耶穌名邪靈離開就可以了，不用用很強硬的聲音的，用強硬的聲音都可以的，不過即你用得太多的聲音會沙啞，奉耶穌的名也都可以大聲一點的，如果你想的話，但是太聲那天又很辛苦的，用耶穌的名，所有黑暗權勢離開他，所有捆鎖放鬆人出去出來，所有捆鎖離開，所有不開心離開，用耶穌的名，所有的傷害都離開他。哈利路亞，耶穌真好啊！釋放他的靈，釋放他的靈，賜給他完全自由，用耶穌的名釋放他的靈，讓他得以自由。哈利路亞，哈利路亞，哈利路亞，耶穌，你的平安充滿佢，你的平安充滿佢。哈利路亞，耶穌，多謝你，多謝讚美。你繼續黑眉眼，我想問一問你喺祈禱過程，你而家覺得好啲啊，鬆啲啊，抑或緊啲？鬆啲嚇。嗱，你而家留意一下，係咪仲有啲嘢緊嘅？Okay, 在哪個位置都是腰骨那裡、okay? 你試一下有信心放鬆的很 鬆放鬆的心口，耶穌一定得勝的，又跟著吹出來，哈利路亞，哈利路亞，哈利路亞，放鬆的，放得很鬆，心口放得很鬆，整個人放得很鬆，耶穌多謝讚美你，你是得勝的主，你是得勝的王，哈利路亞，耶穌你是得勝的主，得勝的王，哈利路亞，耶穌多謝讚美你，哈利路亞，你講哈利路亞的時候是這樣說，哈利路亞，好像個心鬆曬咁啊，哈利路亞，有信心，耶穌是得勝的，所以放鬆的，哈利路亞，耶穌是得勝的，耶穌是得勝的，可能你開眼放鬆出去中間一路吹氣，奉耶穌的名，所有黑暗權勢離開他，奉耶穌的名，所有黑暗權勢離開他，想吹的時候盡量合下吹冷，隻眼望住我，耶穌高少少，奉耶穌的名，黑暗的權勢離開他，奉耶穌的名，黑暗權勢離開他，所有捆鎖離開他，所有捆鎖離開他，奉耶穌的名，所有捆鎖出來，奉耶穌的名，所有捆鎖離開，奉耶穌的名，黑暗權勢離開，奉耶穌的聖名，奉耶穌的名，所有捆鎖離開他，你有沒有覺得不舒服，哪裡不舒服呢？冇冇唔舒服，即係我意思，即係祈禱嗰時候，覺得邊度緊住？即係心口啊、肚啊、頸啊、頭啊，好似幫緊住嘅感覺。你試下咁樣。啊！放鬆嘅，冇嘢緊住，係我唔緊要嚇。你有冇覺得有啲嘢走出嚟咁樣感覺？即係咳。係你自己咳嘅，係咪覺得有啲嘢走出嚟？不識分辨，不識分辨，即係原本就冇咳，
不過正面先。原本就有咳，冇咳嘅，而家有咳。嗱，其實呢個時候咧，我就問佢了解佢嗰個情況啊，因為點解咧？即係我可以一路做，佢又冇嘢，或者佢係有啲嘢我要知道嘅情況。嗱，你試下咁樣，好深，嗱，你都係，好似咧裏面啲嘢走出嚟咁樣，喺個心發出嚟。真好，耶穌愛住我哋，耶穌陪伴我哋。有時我做釋放咧，我就會講神嘅愛喎。有時又講開心喎，好開心。你而家咪覺得鬆咗啲啊？嗱，你試下開心啲啦。點解感謝神喎？哇，又鬆咗啦。呢個都係釋放，呢個打鹹路都係釋放嚟喎。隻眼我一睇嘢咧，隻眼清楚。而家清楚咗係咪？即係初頭好蒙嘅，初頭好蒙嘅。啊，你都人。Hallelujah！ 感謝耶穌，嗱，而家一路釋放緊佢嘅釋放咧，就一路打喊路。哦，黑埋眼，黑埋眼，專心，用耶穌嘅名。耶穌，嗱，你而家細聲啲，但係你細聲嘅時候點啊？啊！你細聲啲。哦。我喺祈禱嗰時候我做咩咧？好似個靈飛去神嗰度咋？哦，耶穌，你企呢邊好啲。哈利路亞。嗱，你覺得點樣啊？哈利路亞，我覺得頭先熬咗一陣，個頭熬咗一陣，熬咗好多。而家舒服咗好多咯，頭先暈咯，即係先暈。係啊，暈完之後個頭暈咗好一陣咯，暈咗係啊，咁樣暈咗。咁然後跟住點啊？跟住而家覺得冇咁暈，好好多。係。哈利路亞，耶穌，主耶穌，你係全能嘅神，全能嘅王，有耶穌真好啊！有耶穌真好啊！我哋又可以咁樣宣告呢種嘅方式啊！有耶穌真好啊！跟我啊！哈利路亞！有耶穌真好啊！好開心咁啊！有耶穌真好啊！哦，奉耶穌嘅名，所有黑暗權勢，嗱呢個都係信心。又跟住咧，我又會奉耶穌名趕逐嗰啲邪靈啦。有信心啊！耶穌真好啊！耶穌你真好啊！主耶穌，多謝你，你真好啊！你陪伴我哋。哦，耶穌，耶穌，所有黑暗權勢都要離開，唔可以再留喺度。你有信心，又吹佢出嚟，所有邪靈都離開。哈利路亞，哈利路亞，哈利路亞，我哋可以好輕鬆，好輕鬆。哦。初頭痛到咩程度啊？係硬住你本身嚟嗰時腰骨痛咧，亦話你其他肚腰骨痛？其他肚，你平時都有痛，嚟嗰時就冇痛，咁我其他肚就痛。就越痛。係。咁你肚啊、心口啊、頸啊、頭啊嗰啲有冇嘢谷住嘅感覺？肚有啲谷住。而家冇谷住。而家都有谷住。OK， 嗱呢度咧就係我想你話俾我聽嘅。阿源，你將手放喺佢谷住嘅前後，係咪谷住呢度啊？係。你留意一下，你有沒有谷住啊？你有沒有覺得谷住啊？有少少係咪？喂，嗱，阿咪咪會，我喂，然後可以前後瞓嗰時前後，有邊個幫你扶佢啊？有邊個嚟願意出嚟扶佢啊？蘇，呢個，你係幫佢啊？哈利路亞，嗱，你放鬆人喎，有信心，吹佢出嚟，就另一邊要走嘅。哈利路亞，哈利路亞，哈利路亞！多謝耶穌，奉耶穌嘅名，黑暗嘅權勢離開我哋，黑暗權勢離開，所有魔鬼嘅勢力離開，讓我哋得以自由。哈利路亞，感謝耶穌，感謝耶穌。其實每一次做釋放情況係不同嘅，每一個都不同嘅，即係有啲人就出得慢，有啲人出得快，
但係都唔緊要嘅，又唔好壓力，壓力又變咗又自己有壓力喎。個心咧就好輕散，享受神。咁然後咧就係享受神，又宣告神又得聖神嘅愛。然後內中咧就奉耶穌名趕逐邪靈離開。呢度覺得神同行。咁嗱，呢度咧又都係問佢喎，有啲咩？咁佢又講出嚟，奉耶穌嘅名。嗱，你又留意喎，又吹咗出嚟啦。奉耶穌嘅名，裡面所有捆鎖吹出嚟，所有邪靈離開，所有邪靈離開，黑暗權勢離開，污穢嘅勢力要離開，黑暗權勢離開，憤怒離開，憤怒離開，奉耶穌嘅名，黑暗權勢、偶像嘅邪靈要離開，奉耶穌嘅名，偶像嘅邪靈出嚟，奉耶穌嘅名吹佢出嚟。你一覺得谷住咧，你就吹。哈利路亞！你有冇拜過偶像啊？以前未信耶穌之前嚇，有啲乜嘢偶像啊？祖先啦，地主啦，做君，前後土，觀音，關帝，嗰個齊天大聖，少佛，彌勒佛。Okay, 你奉耶穌名，奉耶穌名，我斷絕同呢啲所有嘅偶像嘅關係。奉耶穌基督嘅名，我斷絕同所有啲偶像邪靈嘅所有嘅關係。關係，奉耶穌基督嘅名。奉耶穌名，我斷絕同呢啲所有邪靈嘅關係。觀音嘅邪靈咧，你要離開。觀音嘅邪靈要出嚟。觀音嘅邪靈要離開。王大仙的邪靈要出來，王大仙的邪靈要離開，佛的邪靈要離開，佛的邪靈要離開，奉耶穌的名，消滅佛的邪靈要走，消滅佛的邪靈要走。哈利路亞，這些你不用說，你吹就可以了。奉耶穌的名，消滅佛的邪靈要走，你一吹，你三個都吹，一路吹，奉耶穌的名，所有消滅佛的邪靈要走，地主的邪靈要走，地主的邪靈要走，奉耶穌的聖名，地主的邪靈要離開。耶穌是釋放我們的，耶穌是大能的神，全能的神，全能的王，一定能夠將這邪靈趕走的。祂賜給我們權柄，踐踏蛇和蝎子，又勝過仇敵一切的能力，斷沒有什麼能害我們的。那你的心裡面就相信祂一定要走完，這邪靈一定要走完，奉耶穌的名，所有邪靈一定要離開。耶穌是得勝的，耶穌是作王的，邪靈一定要走完。那你又吹，奉耶穌的名，所有的邪靈吹出來。哈利路亞，又放鬆了。哈利路亞，哈利路亞，哈利路亞。嗱，你一路，你又一路祈禱，又不用擔心，又不用怕，耶穌是得勝的。我們自己有什麼捆鎖都去釋放，奉耶穌的名，所有黑暗權勢都離開，所有黑暗權勢離開。耶穌是得勝的，耶穌是作主的，作王的，魔鬼不可以留在這裡，魔鬼不可以留在這裡。奉耶穌的名，哦，耶穌，哈利路亞，放鬆整個人，吹他出來，不一定要嘔的，吹，因為吹是最不辛苦的，佢真係冇辦法嘅時候，你要嘔啦。但係咧，唔係一定要嘔咧，你就吹佢出嚟。個心諗住邪靈一定走，耶穌係得勝嘅，耶穌係得勝嘅，你就吹佢出嚟。耶穌係得勝嘅，你就吹佢得噶，你唔使講嘅。哈利路亞！耶穌係得勝嘅，耶穌真好啊！耶穌真好啊！嗱，每一個都係祈禱狀態喎。不要只是看，因為我們都要每一個都要祈禱狀態來保護自己，每一個都祈禱奉耶穌的名，耶穌是得勝的，耶穌是掌王權的，耶穌是得勝的，耶穌要釋放每一個人，耶穌要釋放每一個人出來魔鬼的權勢。哈利路亞，哈哈哈哈。另一種方式就是笑得的，我們有聖靈的喜樂，但你未有你就可以這樣笑得的。笑的時候是什麼呢？想著耶穌是得勝的，笑的時候想著耶穌是得勝的，耶穌是得勝的。你覺得怎樣？頭
個頭好痛啦，即係先痛個情況點樣樣嘅？即係先係好痛咧，定少少痛啊？少少痛，但係就由呢度脹完之後咧，就覺得即係嗰啲嘢唔舒服，走咗上嚟。OK， 而家邊度有脹？有冇地方脹住啊？但係你而家仲係有出氣嘅，就先放鬆嘅人啦。有深信耶穌係得勝嘅，耶穌係得勝嘅。其實我最主要俾大家睇到咧，係耶穌做。我哋咧就係去親近神，神就做嘢啦。係靈嘅禱告。哈利路亞，哈利路亞，耶穌，多謝你啊，耶穌，耶穌釋放我哋真好啊！耶穌釋放我們真好啊，哈利路亞，耶穌釋放我們真好。你後面那裡怎樣啊？鬆了一點。哈利路亞，多謝耶穌。這個大聲，多謝耶穌，多謝耶穌，好歡喜，多謝耶穌，耶穌愛我們，多謝耶穌愛我們，多謝耶穌釋放我們，多謝耶穌陪伴我們，多謝耶穌同我們一起，感謝耶穌，耶穌是得勝的主，耶穌是得勝的王，耶穌真好啊，哈利路亞，哈哈哈，嗱，而家唔使講啦，而家就喺度哈哈笑，哈哈哈。哈哈哈！所有邪靈都離開曬，所有黑暗權勢離開曬，魔鬼嘅權勢離開曬。哈利路亞！多謝耶穌！哈哈哈！多謝耶穌！哦，耶穌係得勝，耶穌係掌王權嘅，我係得勝嘅，又吹出嚟啦！哈哈哈！耶穌係得勝嘅，所有邪靈要離開，觀音嘅邪靈離開。偶像的邪靈，你這次有沒有拜過？是不是都是這些？用耶穌名，觀音的邪靈要走啊！觀音的邪靈要走，黃大仙的邪靈要走，黃大仙的邪靈要走，黃大仙的邪靈要走，用耶穌的聖名，黃大仙的邪靈要離開。啊，就這樣放鬆。啊，哈哈哈，等著他一定要走。哈利路亞，耶穌是得勝的主，耶穌是得勝的王。哦，耶穌多謝讚美，多謝讚美，多謝讚美，感謝讚美，奉耶穌的聖名，所有黑暗權勢離開，所有黑暗權勢離開，放鬆離開。哈利路亞。哈利路亞，耶穌釋放佢，奉耶穌嘅名釋放佢脱離魔鬼嘅手，釋放佢脱離一切嘅捆鎖。哦，感謝耶穌，感謝耶穌，多謝天父，讚美天父，奉耶穌嘅名，所有邪靈離開，唔可以再翻轉頭，所有邪靈離開，唔可以再翻轉頭，耶穌係得勝嘅，有耶穌真好啊！有耶穌真好啊！哈利路亞！哈哈哈！好，阿妹，奉耶穌嘅名，黑暗權勢離開，奉耶穌嘅名，黑暗權勢嚟，吹佢出嚟放鬆，離開，吹佢出嚟，哈哈哈！哦，嚇！車公的邪靈要離開，車公的邪靈要走啊！車公的邪靈要走，借父的邪靈要走。啊，邊度有反應？你話俾我聽啊！借父的邪靈要走啊！借父帶嚟嘅邪靈要走啊！借父帶嚟嘅邪靈要走啊！車公的邪靈要離開，奉耶穌的聖名，車公的邪靈要走。多謝耶穌，奉耶穌的名，耶穌是得勝的，耶穌是掌王權的，耶穌是得勝的。哈利路亞，哈哈哈！奉耶穌的名，裡面一切捆鎖都要離開他，耶穌是得勝的，掌王權的，多謝天父，讚美天父，感謝天父，祈禱奉主耶穌聖名，阿門。現在個人有沒有改善到啊？個情況有沒有改善啊？鬆了下，感謝神喎，是不是兩個都覺得鬆一點？因為時間關係，我們今天暫時在這裡停，但是其實就是一定要保持回家幾天都這樣愛神、讚美神，相信神愛你。你聽我講，聽著我講，每一個都聽著，你開埋耳朵聽我講，每一個都誠心信神愛我們的，神祝福我們的，
神聖嘅邪靈嘅，一定趕曬出嚟嘅。咁你日日都係咁樣相信，又奉耶穌名趕佢出嚟，又催佢出嚟，日日都係宣告神嘅愛，活在神嘅愛中。咁嘅時候咧，你發覺趕邪靈就唔係一件好辛苦嘅事，即係辛苦，同埋咧係同埋處理生命，咁你就越嚟越釋放嘅。咁我希望大家咧對於趕邪靈會有更有信心啊，即係就係享受神。咁你首先第一樣嘢翻屋企，你就享受神。